搭配 SR 一百铺长胃改套170。大家好，我是 Lily。 神龙 WSR100 全金属，再加上清爽迷人的木质香气，目测网页上数据长度110公分，重量2.8公斤，本身 VSR 系统。话说前阵子我拿神龙家的气缸总成改上 Marui 的 VSR 时，出速直达170，套件里双轴承尾顶杆，轻量化高速活塞，高气密气缸头，零阻力，超好回推，想必这个套件已经很强大了，竟然出厂就搭配直接成枪，低阻力扳机调整弹簧软硬度，调整扳机行程，连卫生纸都能激发，卫生纸哎！枪机拉柄左右手可替换，加大容量弹夹58，保险。上鱼骨三面设计，左右战术鱼骨，45度轴承零阻力扳机设计，枪管设计逆14牙。OK， 今天差不多开箱到这，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